哎，你死在这儿！家里家被堵了，爸爸要去外面避避风头。哎，那我呢？哎，对了，刚好我翻斗花园别墅空着，接待完合作翻别忘了打扫干净。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这倒是对我的赔偿了。董事长突然病重，要你尽快找回失散多年的外孙，你见他最后一面。今晚查出他的下落，明早翻斗花园找我。遗憾我没了工作，五件四意外不过分吧？收拾完我就走。啊！小马！哎！还不松开！姐姐，我刚刚脏东西手上沾了502。什么？算了，我去拿刀。哎，你难道想变三只手？完了，方管家！方管家，若晨再敢在外面乱来，就给我打断他的腿！是。你干嘛？让他发现你，我就死定了。少爷，您的手？我在运动。我刚刚好像听到有女人的声音。哪有？对了，人查到了。查到了，只有他知道小姐的下落，目前人在国外，机票已经订好了。我收拾一下，你先出去等我。好。对了，少爷。啊？您这是？这窗帘好像隔音不太好，你帮我换一个。你要个窗帘有隔音效果？这是？你怎么会有我爸爸照片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缘分不是你啊？早就说过了，我是你的守护喵，我是能看到你未来的。没发烧啊？啊！咚咚咚咚咚咚！不信？你，这下总该信了吧？你真有能力帮我完成我的心愿？那当然，不仅能完成你的心愿，还能带你看到自己的未来呢。怎么可能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能力怎么没用？你在干嘛？啊，肯定是哪里出问题，不如你刷个小小的愿望，帮我回到喵星，等我能力恢复了再来报答你。你这么着急回去，难道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？他未来里的那个人并不是我，看来要尽快完成他心愿回到喵星了。每分钟100下的脉搏跳动，就是对一个人心动的频率。看来你从未对我心动过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我许愿，明天你做我一天女友。行。Yes。完成这次任务就能回喵星了，他有危险，不能救他，没了那我岂不是现在就能回喵星？姐姐，我要一杯摩黑头。姐姐赚了500万，谢谢姐姐的摩黑头。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。哎，没事。你还好吧？没事没事，可是你手机。没事，你蛮帅的。人呢？佳丽。没想到你这么好看啊！喂，小心！佳丽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别做梦，我怀疑他玩弄我的感情。听说你是分手大师，帮帮我。姐姐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别装了，500万，让他喜欢上你就行。我想你生日会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。哼，看来想追佳丽小姐，500万好像不够了。不如做我的齐夫人，家产全部归你。哎，等等我！孟总，你没事吧？孟总，对不起，我刚被释放，家里有事太着急，不小心撞到了你。没想到在这儿，我这就走。哎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项链呢？可恶，这都能失败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。喂，请问哪位？佳丽小姐，恭喜您通过特助职位的面试，明早9点来总裁办公室报到。好的，机会来了。你好，我找穆总，穆总不在，您进去稍等一会儿吧。
现在一定在他办公室。终于找到了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啊，穆总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干嘛呀？哦，是吗？那这是什么？家里小姐不用紧张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事后你母亲的项链我会还给你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母亲的项链？穆总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一周前破产的古氏集团千金，你买的这条项链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。有意思，明天早上让他来我办公室报到。是，这条项链我一定要拿回来，我答应。不可能，这次可由不得你。哦，老板好。下班了啊？对，这倒是快点了，还挺准时。哦，主要是我大姨妈来了，我得赶紧去机场接她。哦，那个老板，我先走了。早就说好初恋玩女人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越来越热烈。我跟你说，有个帅哥几乎天天晚上都来，至今还没有人拿下，我蹲好几天了。哪个？那个穿黑色皮衣的那个。这种帅哥一看就是高冷男士型。等会儿我们就、看我的。您好，有一位先生请您喝一杯。抱歉，没兴趣。那个先生说，如果您不喝就一直送。他是我男朋友，想请我得问他。老板，等等，化妆和变个人一样，怕什么？帮帮我。转告那位男士，他的酒。谢谢你帮我。这个背景薪资多低？聊完之前跑，压力。居然被认出来了，老板你没事吧？老板，医生怎么样？病人患过心脏之后还是有点排斥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老板，查到大少爷心脏捐赠的信息了，想办法让我接近。你的身体里是他的心脏，好不容易找到的，休息。让你做的报告做完了没？还差一点点，应该今天就可以做完了。你能不能快点？这么简单需要这么久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穆总，您来了。哎呦，我的房客住我忍。哎，贾丁，你听说了吗？主管搞到了房客住的私人联系方式。他说跟你同校出来这个房客住，不管是家人的事还是人，再不表白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今晚公司部门聚餐，总裁和房客住也会去，都不准给我请假。表白就这样吧，好打扮一下。哎，佳丽，这儿呢。佳丽，谢谢。工作上马马虎虎，平时都是多亏了谁的照顾啊？啊，这杯我敬你。你就这点诚意啊？哦，哎，继续啊。啊。别喝了，顾总来了。我的特助啊，我喜欢你，想做你女朋友可以吗？你喝醉了，送你回去。昨晚喝多了，等等，我是表白成功了。我昨晚和特助送回来的，我表白成功了。撒谎什么呢？昨晚送的不是陆总吗？陆总，今天好像心情很好。昨天那个女孩是我年少时就喜欢上的，我以为她不认识我了，没想到，我就知道她不会忘记我的。你居然认错人了！